由收视福星大秘密出演女主角。随后更有消息称，根据原定的女主角是陈乔恩，本应八月进组，但是却被杨幂给截胡了。随后杨幂和陈乔恩双方否认了这个传闻，杨幂方承认确实与片方有接触，不过暂时还未确定出演。而陈乔恩方面直接否定了与扶摇皇后剧方有过接触，并且不清楚网上的传闻。有网友分析，网络上之前盛传的陈乔恩参演的电视剧《孤独皇后》而非扶摇皇后，这个传闻可能只是一个乌龙。扶摇皇后的制作片徐小欧表示，决定拍摄这些作品并非单纯由阅读量或出版册数为考量，未来的创作更应该注重考量其价值观，真正实现 IP 的价值。蓝蓝的白云间。